这么早就上学去？昨天你很过分，知道吗？昨天你很过分。
门口的塑料袋是你扔的吧？说了这么多次还是不听，每次都把垃圾扔在走廊上，一点道德都没有。就是有你们这样的，所以清洁工阿姨才那么辛苦。你说什么？你怎么说什么？你怎么了？去把门口扫一下。你这几天脾气很暴躁哎，难道你在研究黑暗力量吗？ To the dark side。伙伴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刚才在食堂没看见你啊。没有食物就没有能量，战士怎么能远离食物？小韩，我们几个吃饭去吧。好啊，我正准备去吃。木心呢？刚才去食堂了，我们可以去找他。哦，燃烧起来了！走吧，伙伴。哎，他人呢？
今天很早啊，和伯父伯母和好了吗？要不要一起去吃早点？哦，那我自己去吧。我们吃饭去吧，伙伴。昨天你突然失踪了，真让人头疼啊。走吧，为了晚上的战斗，我们大吃一顿。我来帮你吧。喂，够了，伟彤，让他一个人待着吧。不行，我们一起吃饭去吧。他们都怎么了？撒娇。什么？撒娇？you